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又跟老师 Daddy 一起学习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学的是手指谣。今天的手指谣，我们要学的是炒白菜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啦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卷卷卷白菜，卷完白菜剥白菜。剥剥剥白菜，剥完白菜洗白菜，洗洗洗白菜，洗完白菜切白菜，切切切白菜，切完白菜炒白菜，炒炒炒白菜，炒完白菜吃白菜，小朋友们，你们都学会了吗？哇，你们都好厉害哦！那老师要跟你们说再见了，再见，拜拜。